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 Dash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欧记方向盘，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嗨，大家好，我是科比传教士。Yeah, 你看，我觉得不错啊。猛一看好像 OK， 但是看久了色差差很多哎。这个是我们的常喝的拿铁。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奶茶。这是他们调的啊，不够咖啡啊，他们没有在喝拿铁。所以你今天要教大家怎么调色吗？对啊，先喝一口就知道它里面的透气是多少这样。这个就是要太浅了，就把它弄深一点了。这个可以拿下来，可是要从里面拆。那你不用对颜色吗？不用啊，把酒看就知啊，外套嘞，哇，较欧味的地方啦。其实你刚才泡泡真的很像啊。我看，是吧？嗯。有时候真的是挑起颜色不一样，喷起来才会一样。挑起来一样颜色，喷起来就是不一样，就很神奇。是这样。对，之前教过了嘛，它不是白色就是黑色，另外一个就是红跟黄微调这样而已。如果它比较深，就是要红一点或者黄一点的，你自己判断。看过去就是扫描分析，对，这是经验的，其实这是经验而已，没有什么，对吧？好，就比一下嘛，看差什么颜色啊，不够深嘛，反正就是这边加一点，那边加一点啊。其实你看颜色差就四种而已啊。所以你现在是先加红的，红的、啊、算低的、啊。我就跟我上厕所一样嘛。我记得米色的话就是白做底嘛，对不对？红黄下去微调啊，深浅再用黑的再调一下就好了。你要用什么底？不用笔啊，假设好了，假设我们今天摸上去这样子，这么随便。等一下了，还没好了，那我滴两滴就好了。你以为是验 DNA 哦、喔？滴血验认亲。哦，相容啦。槟榔城用过。滴血认亲啊啦，进来啦，爸。哎、欸，这罐是什么？看起来是黑的，可是我不晓得他们有没有加。我好久没有研究这个了。哇塞，这什么这么什么鬼？好，我去找黑的。我以为是黑的。你现在在加什么？黑色啊，黑色怎么镀不上来算？你这好像那个那个营养饮料。它、啊、这个漆都是水性的吗？对啊，水性的。水性本来它混的，混啊那个。哦，变乌呀，出晒，就这样。变芝麻饮的。哦，太多了，太多了。我觉得你要重新调啊。等一下这一罐有没有？本来是一点点，等一下调完就变八分满。我觉得黄的要多一点，有没有？我帮你调成隔壁那一台的颜色了。欸、你那台要喷吗？我有，真的我有颜色。我调好了、哦。我先沾一下哦。感觉又深，有点深。其实这个调好之后啊，它不是好了。喷上去干，再比一下，确定 OK。因为喷上去水，有水在上面，它就会有一些误差。这是已经喷过了。对啊。其实这样比差蛮多的。哎、欸，啊，请嘞，准备一下啊。师傅，你用你边啊看啊。刚刚不是说，赶快去拿，看着在看。这是伊莎的师傅，希望哎，麻烦一下，帮我拿一下，谢谢哦。现在的师傅是这样的。啊，感谢你。谢谢，帮我拿来的。现在的师傅都要这样叫，要口气好一点。哎，我那边光看这个贴啊，我要去拿星巴克的杯子。其实就是红跟黄下去调。来，我帮你调好了，草莓奶昔，草莓奶昔，草莓，对吧？好变哦，要慢慢来，调这个要耐心呐、啊，不可能一下子就好了。有时候你调调调，突然就哎颜色一样了。我现在是用酸太白，很明显吧？不管了啦，不会加太多。酸太白了。对啊。为什么？怎么可能？再加一点黑的。哎，不行了。对啊。哎，真的要到八分满才会完成哦。可以啊。哦。我靠！太多了，太多了。不爽，你不要这样。我吃豆芽啦！哦，错晒啊！错晒啊！错晒啊！我吐血！哇！这不应该要吗？我快不行了，台神今天没办法完成了，完成不了，我觉得我被冲了。不要全部都倒。
怎样？就好像有一点渐渐。要等它干了才会知道，有时候这样不准。我是觉得可以再滑。好啊，这次不用太多喽，刚刚的一半就好了。咚。你碰过来嘛？我先去洗这好了，先把它洗干净，先把它洗干净再说。这是风的，风的大小，哇！啊，这边就是转那个风，哇，水的喷雾，对，先指的那，那这样变宽的，真空的。下次水的量，这个是量。你看这样，拉沙尔造出来啊，哇，你看。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 Dash。指標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欧系方向盘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同一罐的漆一刀未剪竟然没关系变白了喷你喷都变白了可是同一罐漆的为什么为什么有沉淀了可是我还是有摇啊我再喷一下好了刚刚那个烙皮的事情要给它掩盖过去真的比较黑一点的，为什么？对、啊，黑色素沉淀，干、嗯、掉以后颜色就变了。变怎么样？咖啡，你改一口。咦、欸，刚看还蛮准的、啊，然后现在又变白。所以黑的就对了。所以要买车买黑内装。会很奇怪吗？会嘞，蛮黑的嘞。对啊。应该要再，还要再一天，对不对？对啊，那就。再来吧，我们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继续再站。好。哇，还是很白，还是很白，就好像一样。看这里好像一样，看这个又不一样。我先喷一下看看。好了，我觉得还不错哦。好像有重。可以了吧？好像有重，也重了。只是等它干一点，会不会又跟上次一样变黑？王爷，我们再这一支啊，这一支比较惨呢。干，这支较乌嘞。这支应该较乌。嗯，这支较乌。为什么这支就比较好？这支较黄啊？为什么？这支为什么会这样？只是同一罐漆吗？真的有变呢？为什么？底色不一样，抽出来就不一样。然后我再喷这个，这个底色更红了嘛？哈。来，你那要磨掉吗？先不磨，喷看看。可是这样不准啊！我那个灯那么亮，打下去完全就变色。你看这个远远看还好，对不对？可是一比上去就不对了。为什么？这是同一个人喷的、啊。是同一个。太红了，为什么？对啊。黄一点，再黄一点。那为什么你这个这么接近？这是爱我厉害狼魂的呀！为什么会有一层？是杂质啊。所以这个就是要过滤用。对啊，你要没有过滤，它会堵住。差不多哎。你认真喷。差不多、啊，你看这边。我再喷厚一点好了。哎，天哪啦！每个人本来就不太一样颜色。什么东西？你的颜色差太多了，感觉不太对。不会啦，你看，还是黑黑的。完蛋了，怎么办？搞两天了嘞。直接这样看，其实还是不一样。一条再条。看得出来吗？东西卡惨输啊嘞。直接调不太出来。你不是洪家煌？你好，再加一点。都完了没？马博啊！哦，错赛啊！错赛啊！错赛啊！我到位。马博啊！啊，哪些嘞？哪些啊？有哪些对吧？不。我有猜啊，有蓝色，不相信对不对？但我觉得是蓝色。啊，不怪少年那拢交袂出来，老师都交袂出来，你讲少年。哈哈哈！他这些年轻人不行，叫老师来表演，你还一样。哈哈哈！认真，缺颜色怎么调啦？好。它不是白色就是黑色，另外一个就是红跟黄微调这样而已。缺蓝色。
欸，蓝黑有写啊，为什么这不写？因为看就知道，蓝跟黑比较接近，所以要写一下。设备更新了，更新了啦，就是调不出来嘛。后来有人在调这个颜色，他说你没有蓝的，我说我调不出来，他说怎么可能？后来他说，哦，那我知道找到答案了，蓝色的，那我就不过去喽，我加一点点而已嘞。我先拿一个来比啊，今天一定要把它搞出来。你要不要冲？用心哦，不行不行，不要浪费，一定要把它救回来的。它就是这几个颜色在变而已啊，就不会太困难。又一杯了嘞。为什么？红的嘞？一滴，看它一滴而已，你看一滴就可以把颜色盖过去了。建议你重调一块，因为它颜色色调已经不一样。要这一杯哦。重调，白色、红色、红色，哎、欸，没有加蓝色。可是这是蓝的很毒哎、欸，为什么一滴就变色了？一滴而已哦。好毒哦，整个完全不对，这超级毒的哎，一滴就整个都变了。哎，干哥你叫叫啥干？我蓝色的来啊！你哥又蓝色哎，配备升级都变新的呀！叫啥干？这个啊，猜猜你到底有没有美术概念？不是啊，这个妈土黄色是什么？黄色加什么会变土黄色？红加尖，红加加颗粒。我教你们一杯啊！角色比赛，哎，有没有接近？再来，有没有接近？有没有接近一点点？你让我说，你该就会解脱。掌声不要停！哇！现场比啦，让两个来比姐，来来来来来。哎，干，那我根本都钢线哦。我这个无钢哦。啊，无钢线。我那个无钢线。没有，你要对这个颜色。我要对这个颜色。对。对过来。哎，差不多就好了啦。安尼阿无，咱组织安尼阿无啦。这若吹好大是咪娃娃啦，会无啦？我吹好大，我吹好大，等你。大气都无钢线。就会是看那个布线过来。尽力了是吧？是尽力了吧？尽力了，哎、欸，地金七七七的高管了，你要继续玩吗？不玩了，耶、yeah, ！我们已经喷了三天，尽力了啦。不光那里摸鱼，那真正是该有拢有。我刚刚喷出来袂歹啊，蛮优的啊。所以啊，如果为了省钱，最快方式，这个有人在做内装，可以请他们喷。用眼睛看其实很接近。用机器看就有差了。对，用机器，不是机器啊，不是机器，是机器。机器不好，我们的配备都升级了，竟然还是差了一点点。以后要不要干脆直接送出去弄？也是可以啊，请他来给咱寄到咱那边啊，淘宝。对啊，我觉得算成功了，至少我们还是都分得出来，分是比较简单的，掉血水那种困难的。喜欢记得帮我订阅、分享、开小铃铛哦。耶，拜拜。汽车教授。直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 Dash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欧记方向盘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我前来交给出来就是他的问题啊给我贴出来有第六种元素都是什么都是浅的颜色是浅啊他刚他说的蓝是这个蓝这个对啦、哦、我想起来他说蓝色我想起来了、欸、我想起来了原来是这个蓝你说的蓝是什么蓝